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。我是 Michael。今日的题目就是点样可以参加超级画廊？点样可以参加到超级画廊呢？在这里讲的超级画廊就真的可以卖到几百万、几千万那些超级画廊啦，系咪？佢哋就净系会卖嗰啲卖到几百万同几千万嘅艺术家。咁你点样可以卖到几百万、几千万？首先你就要卖到你嘅作品要卖到几十万。然後那些幾百萬的畫廊見到你啲賣幾十萬的畫都賣清光的，他咪會簽你入去咯。咁你啲畫點樣可以賣到幾十萬啊？你就首先要你的作品賣到記得幾萬，賣到好好的成績，咁嗰啲賣幾十萬的畫廊咪會簽你入去 join 佢哋嘅畫廊咯。咁你啲畫點樣可以賣到幾萬咧？就首先要賣到幾千，你就要賣到幾千，賣到好好成績。咁嗰啲賣幾萬嘅畫廊咪會簽你入去咯。咁你嗰啲畫點樣可以賣到咁好嘅成績？其實首先要好要聽我喺我嘅課程裡面教你點樣去宣傳你自己，點樣去 build up 你嘅 portfolio、你嘅 CV、你嘅品牌。咁我哋咧喺呢個 YouTube 嘅頻道咧，我哋都有其他片咧，係講藝術家點樣可以 build up 佢哋自己嘅品牌嘅。咁關於呢個題目，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唔夠到肉，或者太過到肉咧，都可以 comment 俾我哋，或者留低你嘅問題。我哋咧係有教藝術家點樣去 promote 自己，點樣去建立自己嘅品牌嘅課程啦，同埋宣傳嘅服務，大家可以 contact 我哋嘅。請你哋 comment 話俾我哋知，你而家係全職畫家，兼職畫家，定係有志想成為畫家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拜拜。